祝我哋上帝，阮伫生命内面经历济济苦难，竟然阮也看见阮的兄弟姊妹，甲阮毋捌的人，伊嘛偏偏经历遮类事。祝等阮领受福气的时，阮也最稳定。总是阮确也看见世间万族万人也对上帝领受稳定甲福气。 阮就知，主你是普天下的主，宰，是阮的主，也是侪侪人的上帝。愿上帝，互阮明白遮个事。后来阮就知，阮要怎样对待阮身边的人，怎样对待阮毋捌的人。特别阮着大声面对阮家己。愿上帝，你的话语藏伫阮的内面，互阮重新伫你的内面。 会当爬起来。原来嘞祈祷靠住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了，今仔大家平安。平安啊，咱继续伫咱的灵修读经的进度内面。咱今仔日来到是《扬纳斯的第一章。但这段的经在伫咱的性命内面有最最的影响力，也最最人也真认啊这段的故事。 咱嘛常常用即个故事来咧勉励咱身边个人。当用咱伊所拄着个当时个情景，伫之前第八世纪个时，咱知影阿述帝国真强盛。伫迄个时阵，侵犯济济国家，嘛互真济国家来争做因个附属个国家，國家来甲因进贡，来伫迄个所在掠因最要紧最大。 咱伫即个国度的带领内面，咱嘛咧想，敢有一个国家用世代拢遐尔啊强盛？敢有一个国家对古早到今下日，因拢是一直拢是上界强个。虽像咱伫历史内面看见，可能毋是安尼。所以后来阿斯帝国伫三万一千第三世第三世以后，伫差不多八十年久个内面。 这个国家阿斯德国向向，那钱就慢慢得衰退，因国家内面嘛唔知道要怎样。那是照咱的圣经内面有侪侪描写，这个时阵的阿斯德国拄着天灾地变，在迄个所在有瘟疫、有抗旱，佮常时嘛看见天象的变化，因的心内真着惊，到底为甚物会拄到这样的事？ 所以，意思是伫即个强盛了后，来的七八十年的内面，伊个国家是伫衰退的中间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因过去所掌握的这国家，一国一个大人一直徛起来，大家慢慢要脱离阿述帝国的掌权，因慢慢伫迄个所在，家己要独立。所以，嘛，伫这个时阵，会通讲是以色的百姓，伫即段受侵犯、软弱的时阵。 一段会当太平嘅时间，所以这段时间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对耶路拉罕二世，伊有愧力来带时，以色列伫即段中间真强盛。但用哪，就是伫即个时阵来受呼调，来伫上帝面前做先知，显示上帝要交代伊一个要紧的工作。 当然，伫咱的生命，咱过去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过去的先知，差不多拢是伫国家拄着上界艰难，甚至荷人要灭国的时候，上帝爱这个人出来做先知，所以呢，经历拢是真苦痛。总是无怕上约拿，伊出来这做先知的时候，是伫个国家真太平，其他的国家真软弱的时候来做这个先知。哪呢？哪要叫你来这个时阵做先知，你袂无？ 我想大部分的人拢未，因为上届太平，上届无代志，所以会当讲真侪好听的话，毋免讲真侪敬界，也是爱人人罪悔改的这事。总是无拍算上帝爱用哪、啊，讲你就起来去到底阿叔阿尼的边城，伫迄个所在来敬界因，伫迄个所在来做先知，但实在是听着即款的胡调。 相信对用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打击，对伊来讲嘛是一个真困难的一个决定。当拄着即个代志的时，看即个国家的去哪，咱有当时咧想讲，即到底是风水轮流转，地讲过去恁兴盛，今仔日换交换，人间可能换到别国，是风水轮流转，还是咱要讲老天有眼。 上帝目睭有在看，所以通知影，咱就应该怎样来看这代志。当然，咱倚伫咱的信仰内面，要紧的是咱要来看讲，伫即段世界中国嘅变化内面，上帝到底要对这国家讲什么？更较要紧的是，上帝要教家己嘅百姓，包括用那所代表嘅以色列百姓，要讲什么款嘅话？这是咱今日日。 要做伙参加来学习的。当虽然这段的圣经咱真正说，特别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呼召，用那底下讲立起来，去日耳曼迄个大声出声来警戒因。亲爱的姊妹，上帝该讲起来，在我们的内面讲，这个起来，身上有真多伊的意涵，包括咱的身躯立起来。 事实上，在这个里面，还够有真多意思。伊延伸出来的，就就是讲，你著爱忍耐，你著爱持续，你著爱徛在，你著爱设立，你著爱泰然笃定。安尼意思就是，即段圣经在的里面，讲到即个苦难、这个起来，有对以色列百姓的了解，有真大嘅意涵，对过去咱咧读诗篇的时。 唔知道你有特别注意到无？在在诗人因的祈祷内面常常对上帝讲：“讲上帝啊，我的对敌这呢多，侪侪人起来攻击我。”视频第三篇第一节、第十八篇第四十八节，拢有讲到讲：“上帝啊，我的对敌太遐呢多，因、啊、大家人拢起来攻击我，表示这的对敌拢真勇壮，因真狭窄。” 因为因徛在阮上帝，阮就软弱，阮就无法度。所以阮真艰难。要安怎？上帝也才会对得起来。所以后来伫视频个内面有真侪个视频，安尼讲讲，也无上帝啊！求你起来，拯救我。伫视频第三篇第七节、第七篇,第,七篇第六节，即个经在拢讲，即会诗人伫信仰内面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毋着起来，上帝啊，你着起来。 来拯救我，拢是共款用即个字，总是当咱读诗篇。一直读，读来到底诗篇伫尾端，伫一百十九篇嘅内面，伫二十八则、三十八则，后来诗人明白怎一项代志，当这堆帖拢起来，因遐后脚讲上帝，你就起来的时，最后因安尼讲，讲上帝啊，求你照你嘅话，互我勇健，照你嘅话。 予我会当徛在，只要你个话，我会当踮伫你个话语个内面，我会当起来，我会当稳固，我会当徛在，我会当面对遮个对敌个挑战。这是我应该着起来。呾同款，即、这个字，伫一说个百姓个中间，因真知影，即、这个起来，即、这个字到底啥物意思？当当然，伫咱个性命内面，咱常常祈求上帝，讲上帝啊！ 你毋都起来救我！上帝，啊！你毋都起来去做什物代志？上帝，啊！你毋都起来去主动一寡代志。咱拢一直吵架，上帝都爱起来。打伫即个时阵，上帝加用哪讲什物？讲用哪？你都起来，你都起来。伫即个过程内面，咱看见，咱是勇壮诶，对着一直因感觉因拢卡在是无？无啊，阿叔已经无卡在。 上帝已经起来，总是上帝要紧的是要爱咱每一个人。下当即个时阵，咱拢下当起来。当然，伫即个太平的时阵，要爱用那去做先知，那咱咱嘛无爱。好无简单，拄啊会当较好过一束啊！感是好无简单，拄啊会当较好过嘞。上帝，你要爱我做即个艰难的代志，爱我去外国，去阿述帝国，即、这个国家你敢毋爱？ 这个国家过去是万里强的国家，搁而且这个国家过去拢在怕阮，拢在欺负阮的国家。上帝，你敢无看这个国家到底是啥物国家？上帝敢唔知？上帝知啊！伫圣经内面讲，上帝知、啊，上帝讲因的歹，到伫我面前，因的罪恶已经到伫我面前。安尼若是安尼。上帝，你就明明知道这个国家这么强，这个国家这么歹。 为什物上帝你要爱我去？伫即个时阵，去甲因讲福音。伫即个所在要带祝福到因的所在。因拄着即个艰难，拄着兴发，拄着天灾地变，干毋是拄拄啊好那听干毋是上帝？这是你的兴发，过去所做的个歹，因爱承受即个歹。所以拄啊好那听。所以若安尼应该分去承受，毋通叫我去。咱人总是有济济个理由。 当咱若要拒绝的时候，咱有真侪理由，我的百般诶无愿意；，啊是对方诶百般诶外人啊派，外人啊困难，咱拢真无爱。总是伫即个所在上个当下话改讲，你着起来的时候，永别，呃，永纳有起来无？后来圣经讲，永纳伊就起来，总是伊起来，毋是去当兵，你哩咪去阿叔，反倒等伊是起来。 伊计划伊要走去西边的塔斯，在今仔日西班牙的南边的海岸，约了三千两百公里以外。咱会在想，约娜到底安怎想？约娜到底在做啥物？伫圣经内面讲，伊起来，伊爱走去塔斯，在迄个所在，伊要离开耶和华的面。 伊要离开耶和华一面，伊要闪避耶和华一面。但当当咱看到即款的反应的时，当然咱头一个会自觉着，讲是啦，咱到底怎样在回应上帝的呼召？咱就想着伫创世纪，上帝呼召阿伯兰，讲你著爱去我支持你去的所在，你著爱去迄个所在。伫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。 讲到上帝对阿伯兰的好调的时，圣经讲阿伯兰就起来，阿伯兰起来就去，这么简单。撒迦利讲阿伯兰起就起来就去啊。咱咧讲阿伯兰是信心的老爸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看见有一个好的典范，总是第二种。当咱看见伫圣经内面，咱咧读圣经读来到出来就记嘅第三章、第四章的时。 上帝呼叫来，到底摩西佮摩西讲摩西啊？你着倒去埃及，带我的百姓对埃及地出来。摩西安怎样回应？摩西伫即个所在，佮上帝提出足侪的问题，透一个讲：上帝啊，我是甚物人？我太有法力。”“我是甚物人？我凭什物要做即个代志？上帝啊，人若问我讲你是甚物人？你是对一个上帝？ 我到底要安怎去给人介绍？我要安怎样去给人讲？讲袂清楚啦！上帝伊会应答伊的问题，上帝可伊解答，总是无些继续讲，到尾啊，讲上帝啊，无人要信我，无人要听我诶话啦！一摆搁一摆，咱若看圣经，总共有五摆，伊想尽办法来推脱即个工作。 但上帝用三拜的心意，予伊看见，加歌咧，予伊知影，你通我去上帝。后来咧，圣经到第第四章的所在就這，就安尼讲，讲摩西就起来，带伊的某，甲两个囝，倒登去埃及。虽然百般个无愿意，总是到路尾，伊犹哥领受。 上帝的车牌，后来伊倒登去埃及。咱今仔日读到亚那，伊起来，伊到走相，走去塔斯，要闪避上帝的蝴蝶。伊原本就是上帝，伊原本就在服侍上帝。总是是安怎样？伫即个时阵，伊竟然离开。当然，咱大多猜测，有真侪原因。有可能伊家己感觉即个时阵真好过，伊无爱去。 嘛，有可能伊感觉阿叔帝国伊就是足冤切，即、这个阿叔帝国我都无爱。即、这个是外邦人，即、这个、是拜其他诶神明诶人，我都无爱，所以我无爱去。咱有真侪个旅游，呾伫头拄啊所记诶即几项旅游，即几项个代表，你属于对一项？你属于亲像阿伯人诶，啊是你亲像摩西？啊是你是亲像约拿？ 咱伫即一两个月，咱个团客拢伫选举开始有真济人偷偷掖掖，伫来问牧师讲、啊：“牧师啊，阮会当买红选袂？牧师啊，阮要安怎读则会当红选袂着？咱会想尽办法看会当买无？包括我个囡仔嘛是安尼，我囡仔甲我讲：“爸爸嗨、哎、啊，我即爿说你啊，啊说你了，惨啊，会红选着会长。” 我讲敢会，你敢有遐好的表现？结果后来因开干部会议了讲候选人干呾一个，就是伊。伊伊倒转来交我讲，爸爸阿要安怎？我讲真好啊，这是一个好调啊，这是一个学习啊。你有即款的机会，你会当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上帝要帮助你成长。身躯边的人教会才会长辈。 拢会甲你帮忙，即会当伴，会甲你做协助来完成修交通的施工，无问题啊！你毋免惊，你就爱去做，慢慢伊的心内有小可得到鼓励甲安慰，伊开始会慢慢袂惊。我毋知伊暗时好困也有做噩梦无。伫即个内面，咱逐个人袂免伫伫心理学嘅内面讲，咱家己拢有自我的挫败、挫挫折感。 哎，讲叫做挫败感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常常会自我否定，咱会家己常常对家己的期待会增加，咱会常常有一寡破坏性的思考。意思就是讲，哎呀，我无遐尼好啦，我无法度啦。咱有真侪借口，咱若家己嘅借口，家归纳起来有几种：，头一个对手太强啊，这个时间太重啦。 啊，若无就是我若投入吼，伤过危险啦；啊，若无就是无效啦，无功效啦，佫而且会添死人啦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咱有百般嘅理由，拢会来讲遮个事。遮逐人拢袂免伫有伫我拍球嘅朋友嘅内面，若有当时要招出去比赛，有当时人拢无啥爱。我嘛会当体验即种嘅心，人若要招我出去比赛，我嘛会讲莫啦，七踢八踢。 伊讲啊，是安怎？伊讲，我咧讲，啊，若出去若输咧。啊，逐个拢这样，伊讲袂啦，木输啊，你会袂歹。啊，你会当甲教会请假袂。我讲袂使啊，礼拜是安怎？会当请假？伊讲无安尼，你下晡则来。我讲那下晡来都毋免用，卡我啊！都、就是恁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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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能力，恁的恁的实力，下当到下晡决赛都毋免用，卡我啊！ 所以意思是，咱逐个人拢会未免伫，咱家己真谦卑，也是有当时咱真知影，咱无法度，咱拢常常看无咱家己。总是上帝伫即个所在切派用呐，咁真正欲互伊看见伊家己无够困力。所以上上帝用真侪方法来帮助伊，时常欲叫伊起来，毋是干那要爱伊嘅身躯爬起来，时常伫即内面，上帝欲互伊嘅心爬起来。 上帝要互伊的信仰在即摆的火潮内面重新爬起来，用哪有偌侪信仰的问题？咱过去咱属奉人拢掠做已经真平常，咱甲用哪咁快属奉上帝已经真平常，无问题。总是用哪敢知影伊深深伫心内的问题是外呢大？都亲像咱平时属奉了真欢喜，咱敢真正知影咱的内部上该困难的点伫对，上帝知。 所以，当上帝呼召约拿时，唔是干那要爱伊起来去做工课。上帝最后是要爱伊的心起来，上帝要重新设立伊，要互伊的心真正坚固。看见伊心内软弱，看见伊心内问题，后来上帝要互伊成为另外一个人。这是上帝要紧的。搭伫这个中间，约拿后来起来，咱知影伊后来就走去海边，要去搭船。 圣经内面讲，伊要交船税，都、就是拍票买坐船，买去到底他西。伊无爱去阿苏第国的原因是啥物？他多咱的客英文的内面讲，无甲遐个拜假神的人做伙，有无？所以呢，你认为内面我无爱甲遐拜假神的人，我无爱甲遐外邦人做伙。所以伊欲走去他西，总是等伊上船了后。 咱有法现无？咱若真正读圣经内面，伊去上船的是尊顶什物人？尊敬是什物人？甘拢犹太人，拢拜上帝的人。当伊去尊敬的时，遐个人拢外邦人，拢是拜其他神的人。咱你想想，哎哟，安尼安尼，是伊家己要去法现，还是伊要去思考，还是上帝伫伊无法觉的内面，上帝伫书底下已经安排？ 当我无爱甲这人做伙时，上帝都明明安排，互你甲这人做伙，这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。咱伫圣经内面竟然发现这项事，讲你无爱甲这的阿叔、底高人甲这外邦人共一只船，上帝都互你甲这的人有缘共一只船。当讲到这只船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台湾，咱的台湾亲像一只船，逐摆拄拄着天灾地变的时候。 咱拢一摆阁一摆会提醒讲，咱拢坐伫共一架船个顶面，是无？咱拢伫共一架船个顶面，伫即个共一架船个顶面，咱拢有共一款个认同，知影咱着疼即块土地，即是咱个国家。总是却有济济人伫逐摆天灾地变个时，都伫遐用济济无共款个方式来咧表达南部是安怎，北部是安怎，结果到尾啊，雨压压个，毋是干咱压伫南部。 结果啊，压伫北坡，真系压伫东坡，所以当咱伫遐常常用咱家己个角度来咧看代志个时，咱就发现上帝犹原伫即个所在要甲你讲，咱拢坐伫共一只船个顶面，你无爱甲个人做伙，当你选择你感觉甲无共款人做伙会,會较好，总是上帝都要和你甲个人做伙。伫过去个车内面。 有真侪教导，讲你若要揣朋友，你著爱揣一个好个朋友。咱个台湾话嘛真特别，咱过去拢讲龙交龙，凤交凤”，稳固个交动物，歹势可能即句话去伤害就遐稳固个，总是伫即句话内面咧表达咱过去诶观念是虾物，讲对，咱都爱甲遐较优秀诶人做伙。 这个人有可能有一日因会做大官，有一日因有虾物虾米成就。你若甲因共班吼，以后共班咧会互相照顾。所以你要個的确都爱揀遐好诶人斗阵，以后你就有好诶发展。你千万毋通去交遐稳固、敢兼动妄诶人。总是伫今仔日诶时代，伫最近诶册，最近诶册，伫顶个月有出出一本册内面，安尼讲，讲你都爱交陪朋友。 你个交陪朋友，你都爱佮遐个看你个意见无合个人，可能是甲你个公司有竞争个个人，你都爱甲即个人相佮做伙，因为因个刺激会乎你发现你过去无发现着个物件。当即个人甲你反对个时，当伊讲个话，有可能是你过去你真固定个想法个内面看无着个意见。你会通通过即个人个帮助，你会通去发挥你真侪个创意。 所以，这本册的作者伊伫探讨咱的世界，真侪企业、真侪团体，伊综合起来，发现讲，真个一群人咧做工作拿交辈愈侪无同款的特色的人来做伙，因得完成一项代志，佫较有气力，佫较有创意。总是恁啊是拢交辈共一种的人，共一种的思考的人，到落尾恁拢甲他共一种的想法。诶、欸、拍开咱的心，拍开咱的。 在物 <music>，原来咱常常分别。伫我最近即礼拜，咱的中秋中秋的读册会内面咧讲到咱常常伫咱的世间咧讲大标签，看到你，你打這个你搭即个歹人，我无爱。啊，即、這個、人个性无好，我无爱。啊，即、這个人啊，足侪足侪意见个，啊，足足麻烦的。即、這个我无爱。我要找一个甲我相个像个，甲我相个好的。我若讲话，伊拢欲听，拢会甲我拍破啊，即、這个我上爱。 总是到落尾，你的性命，你会愈行愈下。上帝甲咱讲，当你袂甲即个人做伙时，你袂安怎样会通改变你家己，互你变正侪会通甲即个人做伙。即、這个作者的讲话，互我真感动。伊讲，你著常常吼，头壳结顶顶啊，去甲迄个足无欢喜你的人，甲你对敌的人，甚至甲你有竞争的人，啊，甲你以前无共款的人，你开较侪时间甲伊坐咧，你甲伊坐。 你加坐两摆吼，你著发现讲伊无赫尔歹啦。你著发现讲吼，伊无赫尔啊固执啦。当你含伊再加坐两摆啊吼，有可能伊以后伊就诚做你个朋友啊。咱通常真困难踏出即一步，当上帝甲用那讲你起来时，随想要突破伊个心内即个困难，要互伊知影讲你起来，无爱甲即只船个人做伙，上帝互你伫即个即个时阵。 去体验，你就是甲个人相佮做伙。所以像那遐姊妹，咱个教会有共一只船。无？你有甲教会因遐个姊妹，甲你个团契有共一只船。无？你若有，伫你个心内你通做祈祷，你有真侪会当突破个所在，会当有真侪，搁重新设立重新徛在，来看下你家己本身。当伫这个所在用哪？ 伊感觉伊走离开上帝了后，伊真安稳自在。当伊上船了后，就落到船岛底，伫遐好好啊困。圣经内面讲，伊倒底好困。我拢足怀疑，伊是真正好困，还是假啊困？还是随上心来劈菠菜？毋知上帝会来找伊无？伊设计一个安稳的环境，在船岛底离开上帝，无爱插只外在的环境。 总是想帝都伫即个时阵，好海起大风浪，好即个船拄到即个风浪，逐个人拢真惊。当伫即个真惊的过程的内面，逐个人开始伫遐咧想，到底是甚物原因？这个大公船长，因咧讲奇怪，气象局都无报安尼啊，以前无气象局，因看天上，因都会晓看。 佫不可能会拄到这种情景，他会忽然间起大风雨，所以因开始伫这个所在，这尊敬的外邦人因开始在问：，较紧的较紧的到底发生甚物代志？较紧的来拜咱的神，大个人去拜恁的神，因为这的托海人因家己拢有拜，家己拜家己的神，加拜加有宝贝，赶紧的去问恁的神，到底发生甚物问,问题？谈好来解决这种的问题？ 所为大人底下开始用信用底下个所在来做回应的时，咱来看用哪，用什么来做伊的回应？当咱看见这人开始开始行遐，对求问上帝时，用哪却底下吉点点，家己了做家己是安稳。世上真正的平安是啥物？我想，唔是咱要离开上帝。 上帝的心要让人有平安、甲主宰，所以上帝要甲约拿讲甚么？讲约拿，你著去阿叔的尼立比城，因那个时阵在动乱，因为在那个时阵，因天灾地变，得极困难的事，你著去，带上帝祝福去，通让因安稳、主宰。结果约拿唔爱，约拿等于走去尊顶的时候，煞引起这个尊。 无安稳自在，即个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变化，是因为咱的存在要让人安稳，也是要因为咱的存在来惹起真侪的问题。上帝要爱让人安稳，总是因为人的罪恶惹起真侪，即个不安。即个异教的人，即个外邦人，因开始咧祈求因的上帝，求因的神来赦免。若万一因有犯罪？ 总是用那并无起来认罪，用那底下个所在过啊困也好，还是转记在伊家己困。总是伫即个时，伫即个时，圣经内面讲即个大公就是船长，即、這个船主，落去到船都底讲看即个人太无起来祈祷因的神，甲伊讲讲你即个好困的人啊，啥事安尼起来。 求求你，的上帝，检谢上帝，看顾咱，好咱免白无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请恁注意听，这个尊主，这个大公讲什物话？讲你这个好困的人，是安怎？你到底只困起来？对这个尊主来讲，起来是普通的话；，总是对庸人来讲，这句话是足敏感的一句话，这句话是足刺激的一句话。 敢毋是我在进前上帝甲讲，用那你就起来。即个话竟然在离这个时阵讲，你就起来，何用那惊一条？哎呀，这是到底人讲的话，还是上帝讲的话？上帝啊，你太对我讲话，佮通过即个尊主甲我讲话讲，你就起来。咱一般咱的反应是甚物？上帝啊，你若要讲，你嘛就爱。 叫遐个专家来交我讲，你毋着爱叫遐个先知人我我，我长辈来交我说服，若无嘛都爱叫遐宗教家，也是爱其其他个祭司来我交我讲，安尼毋则较有理是无？你叫一个外邦人，佮叫一个拜五上的人来交我讲，讲叫我起来，就惊伊个心大震动。上帝对人的讲话，无是超过人所会当想象。 我亲像咱常常讲，若要搞我讲话，要搞所有人，除了专家以外，最近一寡车甲咱讲，你毋通甲人问专家，因为专家到尾也甲人一种想法。你就爱问遐其他无共款嘅人，因讲出来的话，可能会互你真侪超出专家会当想象嘅代志。上帝用突出传统专业嘅模式来对永纳讲话。 乎一个互伊看无财目的人，竟然伊出声讲话。当刷接另外一个动作，当因问来问去问某一个人，敢承认伊的罪恶？结果后来，因就讲无咱来念口，抽枪八卦，咱来念口。结果伫即个所在，后来溜溜溜，讲去溜着虾物人？念口拄多去念着用呐？咱拢会想讲，阿太接准。 咱倒登去约束阿基个内面咧讲，伊说列百姓拍压力高声，较大个声音都拍起来，竟然后来要去拍哀声，竟然拍袂起来，搁失败。因条件发生啥物代志，得靠咱内面有人做派，结果后来都念口，结果念念念念念念着啥物人，念着阿甘，摕迄个上帝讲，恁若是。 太阳，遐物件都要密条，未使偷睇。结果阿刚看遐山才水，看遐人啊才水，家藏起来偷睇。咱常常咧讲太才准啦、啊，我感觉中文佫较贴切。咱的中文安怎讲？怎么这么神准？我倒咧想讲，按到底是人准还、啊、是神准？这么神准，诶、欸，中文的字作处边吼？神准的意思是讲，上帝明明知。 都是上帝作准的，你走去打落，上帝拢伫遐看。所以当咱咧讲准的时，毋通讲哎呀，臭都砍。有当时真正是上帝明明准准咧甲你看，是上帝安排。上帝伫即个所在，通过即款的仪式，佮一摆佮伊讲话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亲爱的姊妹，安稳自在是咱伫想的是无？上帝怎样对咱讲话？若是你有一日。 上帝都爱通过外邦、迷信者跟你讲话，安尼外呢凄惨，外呢凄惨。上帝话无爱听，单身主的人跟你苦劝毋爱听，你偏偏都爱上帝用另外特别的方法跟你讲，你才要听。咱人敢固执到这款的程度？对，咱的圣经的内面，而这个所在，上帝通过大风影，通过这尊长，通过念口。 过一摆叫永纳，你就起来，你就定心徛在。你伫即个时阵，你就要面对你家己。所以最后，咱的性格内面比如说讲，后来无法度啊，连口都都连着伊啊，无通推脱什物款个理由。所以后来永纳伫即个所在讲，是因为我诶缘故，拢是因为我起因呢。伫伊咧讲我起因诶时， 即个人家问讲，你什么人？你拜对一个神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即款的话，多啊亲像。早前某些问上帝讲，我是什么人？我人人问我什物上帝？我要安怎样讲？伊明明家己知影，却伊条故伊，无爱讲。总是即个时阵，上帝透过别人家问，对伊的嘴家己讲出来。伊后来伊讲，我是希伯来人。 我敬畏耶和华上帝，这位上帝是甚物人？创造大海、甲大地，发生甚么代志？我先被耶和华。偌济人，当你抵着上帝、抗拒上帝、违背上帝都走的时，当你重新搁互人揣倒转来，要重新讲即句话是偌呢困难。总是当你来当重新讲即句话时， 表示你的性命定心，定心，哥会当定心徛在，因为伫即个时阵的你，已经毋是过去迄个你。用那伫即个时阵定心讲，我就是迄个希伯来人，我敬拜上帝，就是即个上帝，我所发生的就是我闪避，被后发伊明明相信即种的罪，我想，即个是一个要紧的事。伫咱的性命内面，有偌济人？ 敢讲即款诶话？伫咱诶社会内面，若拄着有一寡代志，若是因为我诶缘故来成就好事诶，咱拢会讲迄我啦，迄我啦。迄若无我吼，无无通安尼啦，是无？哦，咱拢总欢喜诶，迄、哦哦、都因为我啦，即、這个教会若毋是因为我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团结若毋是我吼，啊，即、這个社团，阮咧公司若毋是我吼。哦，若迄个时阵，咱拢讲迄我啦。 迄拢因为我嘅原因，咱拢会甲即个功劳，咱拢真的意爱，别人会当甲咱表扬。总是若有咱伫嘅所在，若出代志，拄到一寡灾难，拄到一寡问题，偌侪人会讲，迄我啦，迄我啦，有无？咱拢会讲，毋是我啦，毋是我啦，咱拢会开始吼，呃，开始撇清关系啊。 开始会讲，迄个毋是我，迄种嘛送，迄个种嘛送，拢毋是,是,是我。所以，伫这内面有偌侪人会讲，因为我嘅原因，所以造成即款嘅代志。咱无人敢承认即种嘅代志，总是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好容纳，重新站起来，伊去面对伊家己嘅软弱。 面对家己个软正面对家己个罪恶诶，时伊竟然讲：，恁掠我迄落海，海就冰冻。因为我知恁拄着即个大风，是为着我诶因果。毋若讲我诶因果，讲你甲我迄落海，你甲我迄落海，真正悲惨。那人到即种诶惨惨，归去乎我，死死诶好，拢是因为我。 就是遐尔惨切，所以我遮尔悲惨，拢是因为我。伫咱的性命内面，有要承认安尼事是无简单。总是有当时，咱爱真细意，有当时嘛毋通过头，家己承担无应该承受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把家己常常当作家己是救世主，即个代志拢是因为我引起，所以我担所有责任，感情才安尼。 伫即几日，咱真唔敢，咱有一个大赛，伫日本来家己，出于家己的性命在，咱咧想讲，敢有可能安尼？总是台湾人用迄个嘴，用迄个话来家攻击，咱一个人敢有法度承受？伫即个时阵发生代志的时？ 伫日本，达所在我拢走会到，拄亲像咱的旅长，亲像咱的林长，亲像咱厝内人伫身边，随时甲你处理代志。有困难，总是咱袂当理解，咱干呐要甲责任挂乎别人？当然、這個，咱即个遮尔有责任的官员，伊无法度去承受，所以是因为透过即种个方式来伫证明讲好啦，我担干嘛呢？虽说上，毋是，伊毋愿伫即个所在，伊嘛早已担袂起。 所以我相信，伫咱嘅生命内面，咱嘛真想讲，上帝也安尼对咱开始。若我若拄到代志吼，团体嘅代志，我拢来担，这叫做自卑感带作担。就是你过头自卑，所以你想要做救世主，认为所有代志拢我来担就对啊，总是毋是？用那是明明知影，即项代志是伊应该担嘅，所以伊安尼讲。那伫即个内面，伊为着要做啥物？ 为什么要搞我下落海？是为着要救即只船内面的人，敢毋是,是？上帝要甲伊讲什物？你看，敢若遮么简单，你承认一项代志，就会救到即只船的人。为什么平平共款，我要揣你去到伫阿叔，尼、啊、里边？你淡薄做一个代志，讲者一寡话，甲因警戒，因都要得救。你太毋啦！你都明明会当救人诶！你太毋啦！ 结果另外一个更较讽刺诶，伫即个过程诶内面，当伊承认安尼用那承认诶时，光甲我等落海，结果圣经内面描写讲，这人，这外邦诶人，这拜五像诶人，这尊长诶人，圣经内面描写讲，若是个人尽力过奖，爱挖滚山，总是未话，意思是，这人因怎样原因啊？ 总是遮个人真全力要救永纳，千万毋通个迄落海，迄落海会死呢。所以因逐个人真全力来要救永纳，亲爱也会妹，袂？遐无信主的人拜其他身边的人，遐、那個、外邦人竟然真用真全力要叫救永纳，为什么永纳袂当做淡薄代志来救其他遮个人？这是一个足大个刺激，是一个足大个反应和。 用那去发现伊家己的自私，好用那去看见家己的软弱，好用那看见家己的过去，那也是这种的身体。这是关于刺激的一项代志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当然上帝要佫甲伊讲，互伊看见，这人拢欢喜救你嘅时，你到底安怎想？后来当然上帝用伊嘅方法，犹原互用那。 好人伊扔落海，了后上帝才用其他诶方法，甲伊叫倒转来，爱伊悠然去做即个工作。咱有当时啊倒转来想，搬搬悠悠到尾啊毋是共款，爱倒转来食。咱有当时伫咱诶生命内面都安尼走，作，违背上帝，家己想要做啥物，到落尾毋是爱倒转来食。上帝悠然咧等你。 当伫即个所在，咱听着即个讲道了后，咱的心内拢有一个火热的心。好啊，赶紧，以后赶紧的来助工，赶紧的来救人。若是到位车牌，我拢要去。无遮简单啊。伫咱的性格内面描写，当上帝真正要用你的时，上帝会伫咱的生命内面伫无共款的所在的，甲你摆伫无共款的所在。伫即个过程内面，拢一直咧甲你修息。 伊伫咧共你鼓励，伊伫要互你发现你内在会无够㖏，一步一步共你培养到互你真正站起来，互你真正勇壮。你过去做身体安稳自在无问题，总是你内面佫做来到遮的身体都无共啊。所以上帝予勇纳伫经过即个事的了后，伊会变成做一个无共款的勇纳。当然，故事伫第二章、第三章到第四章，伊还佫伫足足侪挣扎的内面个唔甘愿。 总是到落尾，上帝若要成就你，要重用你，上帝的确会用真侪方式来给你收涩，来给你管格，来给你诅咒。所以，伫即个内面，我都想到，伫新约圣经的内面，耶稣呼召伊个学生彼得，彼得来了后，大圣感觉仲欢喜个，会当对伫身边，以后一定坐大位。结果伫即个过程的内面，伊把甲耶稣做同挡，你千万毋通受苦去定是字架。 伫即个过程内面，伊捌三摆毋认主，后来伊搁家己倒登去讨海，去掠鱼。结果耶稣过完了后，来甲彼得讲：“你个，你着倒登来，来起来，你爱去照旧的样啊？”伫即个内面，你讲什么？彼得有去予鱼掠去无？因为伊要掠鱼，去予即个工作掠去，有无？无。耶稣家伊调倒登来。 和伊得着人亲像掠鱼，所以对呾开始了伊变成做一个另外一个彼得，无共款的人来侍奉上帝。所以伫即个内面，伊要重新讲的共款是因为我过去因为我发生啥物代志，总是对呾了后，因为我要做就搁较济水的事。若是今仔日你已经走离开上帝面，无需要问你讲，你拍算爱上帝用啥物方法？ 甲你带倒转来，你要家己拆船票倒转来，啊是你想讲上帝也甲我掷迄路掷好啊，啊是你要爱上帝找迄只鱼甲你夹倒转来，你到底爱用啥物方法倒转来？难免用个遐功夫，请你著赶紧，请你著赶紧倒转来。上帝的确伫只等啊，即、這个工作无人会退去，上帝要等你倒来倒来做，你个工作。 无人替你做，上帝要叫你倒转来，你就意愿去做遮下事。毋、嗯、忙，因为我的原因，让最侪人得到救，得到安稳，得到住嘅稳定。千万毋通因为我，让即只船沉落去，让最侪人得到受害。愿主祝福咱大家，三更阿头来祈祷。祝愿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呼召我。 互阮伫生命内面有即种诶好诶机会，通服侍上帝，甲服服侍人。上帝，你互阿叔诶人有悔改机会，你嘛互永纳有悔改诶机会。祝你嘛互阮有悔改诶机会。阮掠做阮过去真安稳。阮掠做过去，阮真够舒服。上帝。总是阮有做做无够格，阮有做做个误解。 阮有侪侪无愿意，祝你的确要通过释放，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，欢喜甲遮个阮所无欢喜，却是上帝要重用，上帝要拯救个人，甲因三加同工。阮阮有一日看见上帝来临的时，祝阮要甲主讲，主啊，你看，阮有听著对德亲像家己，阮有甲阮个对德做伙释放上帝，愿上帝有愿接纳阮。 加做你国多的百姓，我拿要基督感谢靠主耶稣的名，阿